这般这般，福尔摩沙写在不变幻，四面大蒙雾，甘是人间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清清南风朗朗明月，看无烟灯，看看的平原，静静的海燕，天气关关，如此这般难言。我虽然是四十几年我没有再用这个东西了，但是到现在为止非常的熟练，因为这是我们生民共同体，我们生存的工具啊。王金清现在是一间餐厅的头家啦，过去也参加金三角孤军的游击队哦，打六年的战争，又做七年的情报员，来到台湾就住在中正新村，离开情报工作也四十多年了，摩斯暗号安怎打啊，安怎破解他都也很清楚的。这就是温柔一点，温柔你生气的时候就这样子，就这不一样，看看心情，这个时候我想试看看一下，也可以。这个是也声音比较大声哈，如果是在我当初发报的话，没有这东西，这样。包括多香。不然你这样声音出去，你隔壁都听到了，你不是马上就来逮你了，对不对？对的。这个非常密闭的空间，对它这样的概念，对。你如果你知道这个情报员是谁的话，你在最后面夹带几句，你对他的那种爱慕啊，什么东西的，也许互相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你的。我们的巴巴就是吻的意思，这巴巴就那这是一种爱慕的一个信息。那你不能一天到就谈心，外不传情报啊，因为我们所有的电码飘在空中啊，台湾它有个监听啊，监听你在干什么、啊，他不是说你随便乱传的，每天跟他通过好几年，你想想看，互相有一定的默契嘛，对不对？那也会吵架啊。因为过去就有情报员的经历，一点来一角啊，就亲像小型的谍报官哦。那以前赵三杰没有特写啊，不能拉近啊，哎，跟你抽根烟这样子，他就开始这样，这样就这样，他这样面对这样子，他就照，他这里有个孔，看到没有？这个孔就把你面部特征照下了。照下来以后呢，就最大用处就是斩首行动的时候。这是一个秘密武器嘛。另外，当时长啊，当初你做情报员时阵啊，有娶某嘛，可能有家己嘛，你敢未烦恼要如何感觉讲因你的身份啊吼，卖让人发现，但是爱顾好你的家庭，你的某囝呢？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结婚过，没有结过婚的，就是看对了。这个人有利用价值，你想，我们叫利用人，把任何女孩子都是给他，觉得他对我有帮助，对不对？那当然了，选择漂亮了，我老婆很漂亮，你没看过？第一个她漂亮，还有区域性的那种关系，跟我们出任务，还是掩护我们的。我老婆叫阿美啊，她是叫什么？这是她知情的，心甘情愿跟我在一起的。那我觉得我有一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俘被抓了，关了大牢里面，关了三个多月，严刑逼供，那真是人间炼狱在那边。但是他既利用关系从牢里面把我救出来，后来我觉得，对他有个责任，人家有救命之恩，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说，现在阿美米干就是用我跟他的故事来开这个店。当初第一次看到董事长，你的印象是怎样？觉得他怎么样？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们都还很小，所以说，觉得好像他对我比较有感觉吧，我对他好像不太有感觉，因为那时候就是，情报人员阿兵哥也好，就是每个地方他到每个地方都其实都会有老婆的，也见怪不怪，因为也不只有他，然后可能大家都一样吧。回到台湾，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模式，就没有乱来就好了。对，那之前我觉得都还好。情报员甲芬兰莉莉珠小女的爱情故事，在战乱中开花结籽，让人对伫美观店的故事就介有兴趣啦。是好食，这款物件看起来，那是像台湾的粿仔同款。其实你敢知影，伊是云南的美食，叫做米干。咱知影王金钦一家伙经过了真济困难，才来到台湾，真无简单，即嘛。终于靠着这碗米干，在台湾过着安定的生活，这嘛是中正新村因多数人即嘛共同的生活方式。米干是云南的传统点心，对金三角高君来到台湾，就伫桃园龙岗的中正新村，才过去捌有50多间的米干店呢。这个龙岗米干，通讲是在地真出名的美食咯。像我们云南人啊，就是家里会吃的大概就是米干啊，然后豌豆粉啊，大薄片啊，对啊，所以我们来台湾就想说，哎，从小就在吃的东西，所以就自己哎来做做看这样子。对，我们家在创业的时候，我才国中嘛，我们一大早6点起床，哇，6点开门，我们4点半就要起床，把店里睡好才能够去上学，因为妈妈一个人顾店，那时候姐姐还在电子公司上班，因为那些时候店里生意也没有可以养活那么多人。我记得我妈叫我起床，现在叫我儿子都宝贝起床，宝贝起床，没有，还去逗他叫他赶紧起床，没有。我妈以前走过去啊，棉被掀开回来你还在睡，一巴掌下来，没有，立马就起来赶快去店里弄好之后才去上学。那回来之后就先蒸米干，就是先来店里面把事情做好才能回去写功课。我们是从小是家里面这样一把手这样做起来的。现在我们在开米干店，我们把它定位这叫做流浪的味道。米干这个饮食，它源自中国大陆的西南一带，随着少数民族的迁徙，就到了缅甸，那么就跟着部队一起流浪一样，啊，颠沛流离，缅甸、泰国、辽国，后来到了台湾，是流浪的味道。那我们到台湾以后，我们当然一些改良以后呢，我们也叫族群融合的味道。所以我们虽然在做餐饮业，但是我们也可以是做什么，是一个什么文化事业，传承文化。另外是也是一个把故事传承下来。台湾这个地方多元民族融合的地方，我希望我们自己感觉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民族到这边都能够落地生根，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地方。那我们但很高兴，也是台湾这块土地也容纳了我们，也养育了我们，这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福地。流浪的气味是安定的力量。金三角高君的故事也未结束哦。筹备这个故事馆，它不是一天两天，已经10年，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了，10年磨一剑呢。我希望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役，希望有个胜利，能够保存这个一些历史价值在台湾。凡事是注定好好，中正新村的住民早年对金三角撤退来台湾，记录生命过程的文化园区，却出现另外一个三角形呢。我台语没有很好，但是我试着说我们这个故事馆的5个主轴，
卵、精、泥、回、蛹啊，就是卵、精、泥、回、蛹啊，这是我们这五个字贯穿我们一路颠沛流离从金三角来到台湾的故事啊。那卵的部分可能讲述的就是那段乱世啊，那个战争在金三角的颠沛流离啊。那精的部分，一个战争里面，我们董事长也讲，没有一场战争值得歌颂啊。泥的话，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孤军其实蛮多人本来就不是台湾人，那对于这些人来讲，最后在部队解散的时候到底要去哪里这件事情是很多人的迷惘。那回的部分就是我们历经两次的撤台，那这两次的撤台回来10000多人，把台湾当作宗主国这件事情，现在这个感情连结还是非常的深，那个落叶归根的感觉，我们也想用回这个来阐述这些事情。那融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回到台湾了，融入台湾的社会，那我们也想要讲述一下我们这一群人，父母亲是云南人，一路出来到了金三角，融合缅甸，融合泰国，融合台湾，现在融合出我们这种多元民族所融合出来的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文化啊，所以我们也想要说把现代的生活从眷村一直到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台湾的这段故事，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故事馆的五个主轴。1954年，对泰缅撤退来台湾的高军加官，大生是住伫云林糖厂的仓库，后来才阁徙来中正新村，每一户大约啊10多平遐厝。2005年，贯穿拆除了后，王金钦用10年的时间来咧拍官司，把这个所在保存落来。活化幼稚园甲教堂的旧建筑，变成中正新村的文化园区。这个文化园区除了会当让民众更加了解金山甲高军的故事，世间教堂内底。也见证早年军官的信仰文化，即马是作时行的参照馆。因为那时候在创个新的店跟品牌的时候，就想说米干还是中正新村的一个核心，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传统的上面去做一些变化。那后来就想说试过很多方式，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米干的产品可以再延伸更多的不一样嘛？所以也拿去油炸过啊，然后拿去再炒别的口味啊，拿去再做。其实后来才发现。焗烤就是把它拿去拌成这种加上 cheese 的焗烤是很搭配的，是很 OK 的，那也很符合我们这个餐饮品牌这种餐酒吧的一个形象，那后来才从这方面再不断的去琢磨跟钻研下去这样子。对，美观料理的变化越来越多，中正新村跟过去也不一样，店面三颗青菜的体验让大家更加了解店面的文化。我觉得文化也是生活啊，所以现在我们来到台湾之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的元素也能够有一点时尚的这个风情，所以啊，当然黑红是我们少数民族一个非常崇拜的颜色啊，以黑为美啊，所以呢，我们帅哥都叫阿黑哥哈，所以我们的服装以黑为美哈为底这样，然后红就是火嘛，好，然后蓝色就是水。好，所以大概是蓝红跟黑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一个底色。好，那其他民族不同就有一些这些银饰上面的不同。好，像这个三角就是我们傈僳族，我们叫它狗牙边，就是有像狗的那个牙齿，对，狗牙边。好，那拉祜族也会用到一些这种的，那景颇族可能就是比较大颗的。好，所以这个民族上面还是有一些区别，那有的绣的那个图腾跟那个民族文化有一些区隔，所以呢，每个民族的那些绣的那些花样也会有一点不同。身为滇缅高军后裔，李福英12岁来台湾了后，若想起自当年学台语的过程，嘛足趣味的。那时候其实学校里还是有规定不能讲台语嘛，有的时候同学就可能想要。开我的玩笑，或者是想要对我批评指教，但是可能不好意思用国语讲出来，所以就会有小朋友稀稀疏疏用台语在旁边。哦，但是我第一次听
大家就是讲台语的那个，算是刚开始在学校的时候。那后来呢，就不是有布袋戏吗？那时候其实只有三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所以呢就看布袋戏。好，那布袋戏都没讲国语嘛，那都是讲台语，所以我觉得我的台语大部分都是从布袋戏里面学来的。这些高官官俗，多数是滇缅台少数民族，拿到身份证了后，会当甲亲人接过来，加上因的二代娶外配，东南亚移民却愈来愈多，中正新村的故乡味更加五湖四海。鱼米粑粑，鱼米粑粑就是玉米粑粑，玉米粑粑，粑粑是什么意思？粑粑就是嘿，比较糯的米啊，还有这个把它弄得很细，然后做出来的我们都叫粑粑。哦，粑粑就是来倒个水嘛，倒个水，粑粑，就粑粑。台湾人买假的嘞，这干泡菜。啊，这个是迄教头，教头，我们叫教头，跟他叫桥头，桥头，啊，云南人叫脚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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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讲的，对，台语安怎讲？内底什么物件？台湾话当讲讲啊，叫罗桥，罗桥，所以这菜头吗？不是菜头，韭菜啊，一种，很像大蒜的小洋葱，小洋葱，细条洋葱，哎，我做较台，套蓝啦，套蓝，哎，对啊。我们当地有六个国家的，跟九个城市在合作。六个国家，靠南过靠南。六个国家，对，九个城市在做。这边是四川小菜，四川的川菜。泰国的绿豆糕，泰国的绿豆糕，有豆蓬。这是越南的香兰糕，越南的香兰糕，香兰糕。这边是麻酱面，麻酱面。云南麻酱面就靠台呀，哎，台湾。那怎么分哈？缅甸的哈，番茄的都是属于缅甸的。缅甸。缅甸有番茄的是缅甸的。哦。番茄是缅甸的。缅甸的。有。云南的。对，云南的。就丰富哎，应该就这。彩色的脚，那个买很漂亮。啊，别别别，别几个。啊。就。多买一点，多买一点。啊，该买，拢该买哦，哈。啊。好。是不是靠南过靠南？对。对。谢谢。啊，这云南人的炸馄饨。哦，边线的哈，既边线，既边线，哎，是。包鸡吧，因回教，我鸡吧，因回教无食猪吧。哦，这么认证了哟，对，清真认证食品哦。认证，这就清真。清真呢？清真嘿，清真食品嘛哈，清真食品。有啊，我以前住过台北嘛，我登来这边，我给他盖他天堂。中正新村的菜市啊，虽然伫咧贯穿内面，却未输是一个饮食联合国。也因为滇缅移民的关系，清真寺就卡标的用入巷仔内底。升旗，向国旗敬礼。来到中正新村，你若看到这一幕，就表示长老王先生的国旗出高了。我们是挂。这个国旗已经挂了40年，30多年以前，房子里面、房子外面啊，来挂国旗，啊，那表示我们很爱国旗。因为很多人来吃米缸啊，就因为找地方找不到啊，比如说我要到哪里哪一条路是吧？啊，说啊，你知不知道国旗屋啊？啊，挂国旗很多那个地方啊，啊，所以说一传到现在。大家都把它传承，以前叫做九旺米缸店，叫做九旺国旗屋，现在改为大家传下来的国旗屋。长老王教会就对伊老爸伫滇缅的边界拍游击战，老爸率部队艰难失散了后，拢是靠插伫山坪顶的国旗来撒旗。后来老爸过身，伊伫微不中间发现着祖宗年迄块火炸着打起的国旗，心内不禁感叹。自安尼，伊就接接买国旗哦，办升旗典礼，到今就已经26冬啊。不能记呀，有什么声音的？这是什么呢？我听到哈，听到听到，很特别的声音，这是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的打歌，就是圈舞的意思。跳舞是，当然我买好不好？哎，我知啊。好，听一下。
国旗厝边的芬兰文化公园是中正新村少数民族的文化站。来到这，你若运气好，就会当欣赏到精彩的歌舞表演。好，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呢，就看到的是我们云南的打歌哦。那打歌是我们云南人，大家相聚在一起呢，就会手牵手啊，一起呢就来这样的一个圈舞的感觉哦。那这个打歌是怎么来的呢？那据说啦，这个是诸葛孔明哦，在以前在南巡这个云南的这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时候呢，啊，曾经被这个敌军的重兵包围哦。那诸葛孔明呢就很善用这个计嘛哦，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少数民族村寨把所有的村民叫出来，点上篝火，然后把所有的乐器都拿出来，然后敲锣打鼓，然后让敌军觉得这个村寨里面的人非常的多。那后面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就让这个敌军不敢进犯呢，就等到了援军呢就来解了这个围哦。所以呢，这样一个打仗的时候延续下来的这个舞步呢，就变成了后面我们娱乐的时候相聚的时候的一个舞步啊。所以因为是打仗的歌，所以叫它打歌。对。中正新村的芬兰文化公园，除了有拍瓜场、转经轮，还有木偶唱歌、祈福条，充分反映到芬兰人的日常生活。这个公园拄拄好就伫桃园的平镇、中立、八地这三区的交界所在。恰合的是，阁是一个三角形呢，而且人叫伊是魅力金三角。我们老板脑袋里面很少想到做生意的事，他都想到怎么样去推广地方的特色，怎么样去保存这个历史故事，怎么样来推广这个文化等等的。所以，但是这样一路这么几十年走下来，我觉得他是对的啦。那现在有了文化跟故事的加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美食最好的调味料啊。有这样的话题之后，我发现真的就是外县市的人也来的也很多，那也把大家也请来了，就是很多的节目啊，也看到我们的优点，然后也愿意来这边跟我们分享我们的文化。我是云南人，我会说台湾话，我是岛屿的人，我是芬兰人，我会讲台语，我是岛屿的人。自当年金山甲高军撤退，就住伫台湾第一个管区中正新村。经过流亡离散的苦难，到达真侪生活中的养分，让芬兰文化伫台湾开出着美丽的花蕊。